挑战用捏捏制作仿真美食之爆豆曲奇，用纳米胶制作的两款曲奇捏捏，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炒鸡简单，大家快来和我一起制作吧。在制作之前，为了更加丰富细节，我们先来看看真正的曲奇。这是我最近超爱的曲多多爆豆曲奇，有粒粒巧克力和牛奶蔓越莓味。独立小包装真的很方便，蔓越莓口味的造型好像个小菠萝包，它的外皮真的太酥了，里面夹心软软糯糯的，蔓越莓果肉酸酸甜甜，太好吃了。而巧克力味外面圆嘟嘟的，巧克力香味好浓郁，里面夹心还有超多巧克力味豆，三重口感不要太棒，随时随地就能吃到的烘焙小点心，一口一个停不下来。接下来我们自己动手捏一个仿真爆豆曲奇，将纳米胶剪一小段下来，对折后将一边捏紧，我这个做的蔓越莓口味的，填入粘土，接下来将四周全部捏紧。然后调整成圆形，这样曲奇捏捏的外形就做好了。我还用同样步骤做了巧克力味的，画上可爱的小表情，别忘了它的巧克力豆。哇哇哇，怎么这么可爱？蔓越莓曲奇的条纹我都做出来了，根据这款包装还设计了卡头。好玩又好看的曲奇捏捏就做好了，怎么样，大家觉得像吗？真是给身心都带来双重享受。